先把老板的装备换为空的。第一个法防格挡加抗物爆，法防加抗物爆加防御，气血防御都没有吗？这四个有点垃圾。欢迎表格，再不出东西换地方，一样的加成，三伤害一速度，双气血一防御，双防御一气血，物爆加狂暴，法伤结果加治疗，伤害封印加法爆。前面二十个换地方，去菊花台，一样的加成，双防御一气血，双气血一防御，简单的能穿上去就行。防御加格挡，格挡加抗物爆，卧槽兄弟们，这原地鉴定吧，一个双属性都没有就过分了。老板给咱转的是8888，现在为止一个888的都还没出。速度加穿刺，封印加物爆，法伤结果加伤害加速度，还是去咱们出超级简易最多的地方，奥莱鉴定。不走了兄弟们，就在这，不管出好出坏都在这。一样的加成，相同的属性，法伤加法爆，主属性不对，下排还缺一条，固伤加治疗，抗风加抗物爆，气血加防御，多了一个回复效果，固伤伤害加法爆，
误伤加法伤，结果防御加气血加抗物爆又缺一条，穿刺治疗加法爆，气血防御加格挡，这几个感觉还行，但是还是没达到咱们对吧血钻的最后十个了，对，最后二十个，嘴巴说错了。对，我们还有，咱们还有四十个呢，瞎说个鸡啊。嘴巴说错了，你打脸干啥？一样的加成，双气血一防御，双防御一气血，给老板出成就，超级简易，气血加法防，格挡加抗物爆，防御加格挡加气血回复效果，治疗加封印，气血防御加格挡。来吧，四伤害戒指八万起，四伤害一样的加成，一样的加成。双法伤一法爆，双法爆一法伤，三伤害一速度，治疗加穿刺，治疗加固伤，法爆加法伤结不，法伤加法爆缺一条，速度加法伤，治疗双治疗一穿刺，这两个感觉都对吧？他们一样。四伤害加超级简易过分了，我临时图鉴明明准备的刚刚好，有刚刚有人跟我说我买了140个，三伤害一速度，双法爆一法伤，主属性法伤对吧，三治疗，能不能出一个有用的，这个缺一条，你看法伤加法爆又一个，双治疗一法伤，主属性伤害30，看起来很整齐，但是还是没有用，最后十个，我不想让老板喜提很多新灰石，我想让老板来一个超过3000块钱的，用黑熊精9999年寿命，换老板出一个一样的加成，三穿刺都冷了，黑熊精好不容易休息了几天对吧，刚把豆摘果，刚把长寿面吃满，法伤位的双法爆一法伤，三伤害固伤法伤加法伤，结果万年黑熊精，所以用了9999年，最后三个了呀，最后两个了呀。
抱歉，老哥，这八千八。